这是何处？我怎么会睡在这儿？啊，那不是我的行囊吗？原来在这里。不好，里面的东西。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，我的话可千万别毁了。佛佛，好在画没事。小僧数年心血，只希望能获得妙山先生指点。说来，妙山先生大概就在此山之中了吧？哎，那位锦鱼。水流湍急，还是不要进去为妙。洞中水流湍急，还是不要进去为妙。洞中水流湍急，还是不要进去为妙。怎么了？我得过去帮帮他。阿弥陀佛，这个少年竟长着尾巴，你没事了吧？如此甚好，我便赶路了。那里看上去可以攀爬。和尚，你怎么跟上来了？对，走。什么？走。这位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妙山先生了，他正专注于画卷。哦，对了，也许我的画能引起他的注意。妙山先生，我是。这孩子发色如墨，画却说不利落。便叫你莫言吧。莫言，我莫言。你这幅画做得还不坏。啊，此画为小僧拙作，不敢当先生夸赞。毕竟画了数遍，笔锋熟练，画技自是一丝不苟。
先生，您说什么？这幅虽是小僧细心打磨的山水，却只画了一遍。你自己大概不记得了吧？也不坏。确实不坏。你终于来了。啊，对，小僧久仰先生大名，早想拜会先生，讨教画中的大道。笔断了，终究还能用。这支五韵笔，你见过吗？此笔笔毫则是取自衡山灵兽白。看到前面那座桥了吗？桥？先生，那里没有桥啊。画卷中本是空无一物，如何绘就？心中有桥，笔下有桥，那里就有桥。阿弥陀佛，妙山先生的画技一真至山顶有一棵枫树救火，一花一树皆有灵性。是，弟子这就去。做什么？妙山先生让我救活这棵树，小叶子，用叶子。你是说，用那片枫叶？妙山先生让我救活这棵树，小叶子，用叶子。你是说，用那片枫叶？妙山先生让叶子，你是说用那片枫叶？轰！阿弥陀佛，枫树重新红润，这就是画之道吗？回去向妙山先生复命吧。向妙山先生复命吧。向妙山先生复命吧。枫树变红了。看来你们和好了。不不，先生，小僧并不认识他。哼！来，看看我这幅画如何。荣幸之至。房子，我们这是到了哪儿？
这是我的居所。妙山先生，你们从画中出来，可觉得有异样？没有。您说我们从画中出来，之后你自会明白。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笔断了。妙山先生，这无需担心，这笔并不是你们弄坏的，但是需要你们两人帮我将它修复。你想要随我学画吗？是。既然已经与师兄约定了，我也不能止步不前了。妙山先生，你所做的江山图，单论画之技，已真纯熟；但论画之道，却差之千里。画之道，还望先生不吝赐教。莫急莫急，最基本的，作画需要画笔和颜料。这支五韵笔会随着时间慢慢修复的，而颜料需得要你们二人去画中探寻。弟子愚钝，不懂先生的意思。好吧，你们随我来前院连廊。竟有如此美妙的景色，也难怪隐居于此的妙山先生可以绘出那些大作了。你们看到什么？姐姐，漂亮姐姐！阿弥陀佛，那是何人？云起峨峨，修眉脸。是吗？莫言，你能看到那人身上有哪些颜色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墨色。对，莫言，你是被遮住了眼睛而看不到墨色啊。随我回画室吧。